9月23日，腾讯记者赶到了张嘉译的拍摄现场。当天拍摄的是一场室外戏，张嘉译白衬衫下面套着蓝色 T 恤，标准的黑裤子，还有总是弯着一点的背，形象是相当土气。首先开拍的是车上的戏份，张嘉译早早在车旁等候，除了操心自己，张嘉译还细心的指导女演员。拍完了这场戏，张嘉译索性来到路边跟工作人员要上一根烟，边抽烟边看着拍戏。不过除了跟旁边的助理聊上两句，张嘉译在片场话不多。这场张嘉译的戏份是开车，工作人员各就各位后，车子稳稳的驶出，也让我们见识了师弟的车技着实是不错。大家开着道具车来到另外一处地方，与化了妆的女演员不同，张嘉译还是那身土气的衬衫套 T 恤，背上一只运动包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进了棚子继续拍摄。腾讯娱乐独家报道。